进会的志工黄逸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那非常欢迎大家在大雨中来参加今天蔡月月老师逝世十周年的活动《大雨滂沱》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听你的声音，听这座有故事舞蹈社的声音。当然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听蔡月月老师舞蹈所传达出来的声音。那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在大雨中enjoy今天的活动。今天的开始呢，我们要请到政治受难者的前辈蔡天明蔡先生，要首先为我们来带来一首歌《千峰之歌》。蔡前辈跟蔡老师有一段非常深的渊源，他在绿岛的时候就曾经欣赏过蔡月月老师的舞作，在那个非常苦闷的环境当中，蔡月月老师的舞蹈呢带给他心灵非常大的救助。那今天蔡前辈他要以他最喜欢的这首歌《千峰之歌》来献给蔡月月蔡老师。那因为《千峰之歌》它是一首日文的歌曲，所以我在这边简单的帮大家稍微的翻译一下《千峰之歌》这首歌的一个中文的翻译。朝阳升起时，我化作飞鸟，轻轻唤醒醉梦中的你；夜幕低垂时，我化为晨星，默默守护深眠中的你。那这首歌呢，当然就是由蔡前辈亲自来为大家演唱。那舞者是庄元廷庄小姐，编舞者是李嘉文李小姐，他们都是蔡月月舞蹈社非常重要的舞者。这首歌我们将由艾文老师来帮我们伴奏，希望大家今天下午可以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这支舞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，谢谢蔡贝贝，谢谢艾文，谢谢庄园厅。